今天帮各位介绍这一支爱马仕的西色花园，三十秒开始。我觉得它的花园系列每一支都非常推荐，而且这一支啊，去年它出的时候，我们去闻它，它的味道，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很开心的氛围，然后带一点那种就是夕阳西下，但是有很多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都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场所气氛的那种味道，然后不管你在什么时间，我就都会想要把它拿出来喷一下。然后它的香气呢，从前面的刚开始，一个很好闻的那种柑橘的香气，然后再加上它中后调有一个很像开心果、坚果那种香味，整体就是一个很放松舒服的香气。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好，老师帮我们讲一下。我觉得这是一支还蛮特别的花园系列的香水，尤其是它从头到尾贯穿了一个很舒服的微带着精油感的绿意，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很轻松。如果你也想让自己适时的放松感受一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支很棒的作品，是适合忙里偷闲的耶。好，下次见，拜拜拜拜。